Excel 里面做。那这个地方哦，我们会需要第一个，利用 ADO， 我刚刚讲过了，这个 ADO 这个外挂哦，它这个外挂呢，其实在这个程式底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这边已经有一写好的一个范本，好、哦，利用 ADO 这个东西，它帮我新增资料。那这个 ADO 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哈、哦，它有点像是它的角色哈、哦，有点像是算接线生吗？算总机吗？也类似啦，反正因为你要跟它沟通。但是本来不行 ，Excel 本来是不能跟 MySQL 沟通，那你可以借由 ADO 帮你做。可是 ADO 呢，它帮你做之前哈、哦，还需要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说呢，你电脑里面哈、哦，需要安装一个驱动程式。什么驱动程式？就是跟 MySQL 之间连线那个驱动程式。如果那个驱动程式没有安装的话，也没有办法跟 MySQL 沟通。啊，那个驱动程式啊、哦，其实所以第二可能你等一下再去装。就是说呢，驱动程式，那这个驱动程式哦，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，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哈、哦、注意看一下，在那个 SAMP 上面哈、哦，这个刚刚的上面有一个就是 MySQL 的那个什么 Connector ODBC 的什么 5.27 的这个驱动程式，那这里面有两个，一个是 Win32， 一个是 Win64 哈、哦。那特别注意哦，你要可能要看一下你的电脑哦，是 Windows 的64位元还是32位元，版本不一样，你要装不就是装对应的那个驱动程式，不能装错哦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电脑是64的还是32？应该都知道吧？我不知道哈、哦，反正人家买来就是什么位都64位元。那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啦哈，一个简单的方法啦，你回到家有没有找一下那个电脑？按右键，或者在控制台里面、哦、好像有个什么系统内容之类的、哦、按右键内容一下，这个时候它会跳出、哦、你这个安装的、电脑的那个 Windows 的版本是 Windows 7的专业版，对不对、哦、然后呢，底下有没有跟你讲说系统类型64有没有 ？OK、啊、如果你是32的话，请注意装32，不要装64。OK， 所以看一下了哈、哦。不过你说那到底装64跟装32的话哪一个比较好了？其实未来当然64的一定是优先啦，因为未来你可能找不到30，像那个早期的 XP 有没有，它就是32位元，而且32位也没有什么不好了，可是它有个最大的致命伤，就是说如果你的记忆体、哦、假如说你是插那个比如说插到 8G 好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很多电脑，或者像我的电脑，直接插到16G 啦。越记忆体越大越好啦，因为你可以执行很多很多的程式，不用一直关，也不会满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那可是如果你是32位元的话，即便你插了16G， 它也只能够抓到 3.3G， 因为32位元最大的定值，就是它可以。侦测到了，好吧，很简单讲，就是最大能够侦测到机体就是在 3.3G， 那超过的部分的话呢，它就当成它不存在，所以你即便插了 16G， 那也是白搭，对不对齁？所以像是如果你要、就是、因为未来的电脑了，像我们现在在做设计的时候常常、哦、会用到非常大的记忆体，对，那时候如果你还是用32位元的时候，那就会常常会跑到实在非常慢，因为 3.3G 一下子记忆体就用完了，用完之后的话它就会用你的硬碟当成是记忆体，它不会当掉，它会虚拟用硬碟来当记忆体。 OK， 可是硬碟的存取速度跟记忆体相差大概至少100倍，所以如果你那个为什么，所以为什么你的电脑哎，奇怪，为什么越跑越慢，有时候跟你记忆体不足很有关系，好，所以当然买电脑的时候尽量就是买把记忆体插到最大位，就 OK 了，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像你买手机也是一样，很多人想说，哎，老师为什么手机越跑越慢？道理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所有的程式它要被执行，一定要载到记忆体，会占用一个记忆体空间。那如果每个都载上，像你的 App 为什么好一直载？那就是因为。用完了，所以你的手机的那个哈，哎，会越跑越慢。另外还有一个啦，像如果你是用 Google 的手机，有没有？不是 iPhone 的哈，那记得哦，用 Home 键哈，跟用 Back 键离开某个 App 是结果是不一样的。
如果你按 Home 键有没有，那个 App 还是躲在后面继续跑，所以它会耗电，它也会继续耗电，上网它也会继续上网。可是如果你按 Back 键的话，它就是真的离开了，从记忆体里面呢帮你踢掉了。OK， 所以很多人说，那一些同学啊或者身边的人会问说，为什么我的电脑、我的手机越用越烫，我的手机越用越耗电量越凶？那我就问他说，你平常离开 APP 的时候是按 Home 键中间那一颗，还是按 Back 键旁边那一颗？他说我都按 Home 键啊，因为我把它当 iPhone 用嘛，因为 iPhone 这一颗嘛，对哈、哦，那不一样的东西哦。所以如果你按 Home 键呢，那你的 APP 呢、其实不会离开，它还是会躲在记忆体里面。OK， 所以你一直按 Home 键，它就一直躲在后面。所以呢，如果那个 APP 呢，它背后一直在做事情，它还是会用你的电力跟你的流量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啦。那其实手机跟电脑的原理基本上很多是类似的，好，几乎是一样的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第一个啦，但重点就是64还是32。如果你是64，那你就下载64，因为我们这边是64啊，所以等一下，请各位下载那个。下载的时候，请你下载那个64的，我刚刚已经有下载。下载完之后做什么？把那个驱动程式给装起来。怎么驱动啊？点两下就可以了，点两下执行嘛，哈、执行之后的话，下一步 NAS， 那他问你同不同意？当然同意了，哈、下一步 install， OK。第一个必须要先把 MySQL 的驱动程式装起来，装起来其实没什么困难点了，反正你不要装错就好了 ，OK。好，所以其实工程师要做得好了，就是细心就好了，真的，就慢慢做嘛，反正不要做错。所以像我前面讲了，你只要前面不要做错，后面也不用去收尾了。所以你前面做错，后面要收尾的事情可能一箩筐。OK 啊、所以像我的习惯，我宁可慢慢来没关系，反正我做对了，后面就不用，再去想什么，怎么去解决，怎么样后续的问题哈。OK， 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驱动已经灌好了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如何让 Excel 跟 MySQL 沟通？那我们就试一下哦。Excel 怎么跟 MySQL 沟通第一个，请各位开启那个上个礼拜这个范例，然后呢，也许你复制一个啦，工作表叫 MySQL 啊，旁边这个可以不要了哈、这个也许不需要，我们等一下重新再建，然后把这一栏也删掉好了，我们只要五栏。那我希望哈、等一下先把最下面这一笔丢到那个什么 MySQL 里面，那我们测试看看了。那怎么做？第一个，一样切到 Visual Basic， 那先暂时不用表单好了哈，我们先把这个表单关掉。那只需要模组，模组里面的话呢，我在这个模组底下最下面好了，我就做一个，新增一笔就好，最下面一笔。那我要怎么样把最下面一笔哈？先取得，那我当然第一个要先侦测 R 等于最下面那一个、然后呢再去底下去把其就是 B 栏到 F 栏的资料抓下来。那这个写法其实不是那么困难，所以、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一段新增单笔、这个 Ctrl+C 一下 这一段、头跟尾、那把它放到哪里呢？放到干脆我们另外起一个模组好了，这个模组、就专门是放那个ADO 的，放那个跟资料库连线的部分。那特别注意、我先取得一个 R， 这个 R 是指的是什么？我的 B 栏的最下面一列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B 栏的最下面，其实就是什么？从这边去侦测、假设我今天是要最下面这一笔，帮我丢到 MySQL， 那我就从这边往下追踪。有没有往下追踪得到 R 的话就20之后的话呢，那我就分别把这五栏的资料、丢到 ABC 1到 1， 那 R 指的是22嘛、那栏是哪一栏呢？第二栏一直到第六栏。当然你这个如果不习惯，你也可以写成这样的，我前面有讲过，就是说那个栏你可以用数字也可以用文字，那意思就是说 B 20 C 20， OK， 那分别放在 A 到 E 的这个变数，总共五个变数。那另外呢，我这边有个利用 AD 这个独立出一个方法，因为呢，
将来我会跟哈新增所有的那个资料共用，所以我把它独立出来。那这个程式在哪里呢？其实基本上也在云端上了，所以等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一段，利用 ADO 新增资料这一段，头跟尾，头在 sub， 尾巴在 end sub， 啊过哦对，应该是这个到这里 end sub， 把它 Ctrl C 一下。那这一段呢，基本上哦是我们今天讲的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 ADO 是什么东西，那它怎么帮我去做连线的动作啊？特别注意哦。这个地方哈，基本上呢，主要的东西在这里，一、二、三，那上面我有做注解了啊。那其实它怎么跟那个资料库连线哈？这边有一个 set my com， 这个是物件哈，等于什么呢 ？create object，create object 意思就是说呢，哎，在我们电脑里面有一个 ADO 的一个 connection， 那个 connection 呢哈，它预设就是在 Windows 都会安装的，那我只是怎么样，把它从那个我的 Win32 里面有个 DL， 就是动态连接这个函数库里面呢，帮我把它叫出来，并且载到记忆体，因为我讲过了，所有东西要载到记忆体才能用嘛，所以这边有个 create object，create object 实际上就帮我放到记忆体里面，记忆体里面呢给它一个名称叫 my com， 哦，所以以后的话，载到记忆体的那个 ADO 的连线就叫做 my com， 好，所以以后的话，我可以透过这个 my com 做什么？去执行它这个函数库里面的所有的方法，那其中有个方法叫什么？叫做 open。那各位注意一下哦，就是上面我有注解掉这一行哦，这一行是连 access 的。那其实将来你要连什么资料库哦，网络上查一下都有了。其实我也是从网络上查一下，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去哪一个网站查哦？基本上你们可以记一下，那个网站不难记哦。将来如果你要换个资料库啊，只要到这个网站去查一下就有了，它叫 connection， 其实就是 connection 哦，前面是 connection 是连线 ，connection three 是字串加 s connection three 哈、哦，这个网站点 com 哈、哦，里面点进来之后 enter， 那本来我的连线是用 ss， 所以我就找 ss， 它会告诉我怎么连线，哦，就是 provider 就是驱动程式的名称叫这个。那我的档案位置在这里，可是我现在改成什么 MySQL， 所以我就到这个网站里面找一下 MySQL， 然后他跟我讲说，哦，他这边可以透过 ODBC 这个有没有 Connector 5.2， 那我就用这个语法。那实际上哦，我这个语法的来源哦，基本上就从这边来的。我记得好像我是用这边64位元这个，好、哦，那我是从这个把它复制。贴到我的程式里面的这一段 open 后面，啊，所以你可以比对一下，基本上我是从这边去找到这个程式，然后并且要把它贴过来。那我必须要改几个地方，总共三个地方。第一个，我的 server 就是我的伺服器的位置。那如果说我现在自己本身的话，因为我如果不对外的话，那我就是 127.0.0.1 哈。但是如果说我将来要给别人去连我的话，那我可以到我的电脑里面呢、啊，比如右下角这边可以按右键哦、啊，或者你可以到控制台里面去开启那个网络和共用中心，这个啦哈、哦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点选什么呢？这边有个连线哈、啊，你可以点连线区域这边，再点选详细资料，这边也会跳出我这一台电脑的 IP 位置，那这个 IP 位置 IPv4 的位置有没有？是不会跟别人重复的。那如果是 192.168 开头的话，那就是表示是 intranet 的内部网络的。所以如果你们等一下啊，假如有同学哈，哎那个架 MySQL 失败的话了，也许你可以先暂时用我的，你就把那个 server 的位置哈改成叫 192.168.2 啊点228，还蛮好记的哈。OK。好 ,192.168.2.228, 这个网址的话呢，那就会指向我这一台。那如果说将来齁、哦、我刚刚讲过啦，如果你是就是说跟电信公司申请个固定 IP, 那个固定 IP 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IP 的话，那你也可以拿它来架设网站。所以你这个资料如果放在那个伺服器买是一个伺服器，那任何的电脑或任何的手机都可以存取你资料库里面的资料了。
OK， 所以这个概念的话，如果有的话，其实应用的面向其实还蛮大的哈。OK， 那所以呢，我们大家等一下可以试，如果用自己的跟用啊，特别重要是从那个网路和公共中心这边有个区域网路了哈，啊这边有个详细资料，我想这样就可以查得到了哈。这个可能自己再试试看，因为有些同学对于那个 Windows 还蛮熟的，但是有些是大部分是不是的，啊其实用熟的大概就是这些东西。了解一下网络连线、哦、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 server 名称给他，还有什么 database 的名称，问题一 username， user 就是使用者，就是 root 管理者， password 呢就是1234，所以主要、哦、我刚改了总共有1234，那其实这一段语法是从那个 connection tree 那个网站直接拿来做修改，好，所以你如果驱动程式改完之，哎，有装了，然后也把语法放上去，接下来哈，哎，其实 ADO 就可以帮你做传递 SQL 语法这件事。所以刚刚我们是直接在 MySQL 里面输入那个 SQL 语法。那如果说你现在 ADO 加上去之后的话，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语法，我把 insert into 这个语法，好，然后把这个升高啊，另外呢，我的 values 就是我后面要放什么资料。放的是 A B C D E 嘛，所以把这个资料放过来之后，再去串接，之后呢，再去丢给什么？丢给那个 MySQL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。基本上、哦、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话，那 SQL 呢就会多一笔记录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在那个 SQL 里啊，不过哈、哦，它如果超过一段时间，大概1400，大概几十分钟吧，没有。理他，他会登出啊，所以再重新登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问题一里面呢，目前只有一笔记录。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实做什么，把那个最后一笔，就是我的 Excel 里面的最下面一笔，把它写到 MySQL 的话，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就贴了两段程式啊，这两段程式啊，你们等一下也可以在那个云端上可以复制得到。那我们来试一下啊。那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，因为我可能不确定说这个会不会有出错，然后试一下哈，再把它执行一下，好，停在这里了。这个时候分别哈，把 CCC 175 60 女跟那个啊 70.74 这几个资料取得了之后的话哈，哎，再 call 利用 ADO 新增资料啊丢过来了，所以丢过来之后呢，一样它传过来刚刚那五个资料，那。你就慢慢按 F8 配合 F8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如果未来会出错的话，你就去那边出错一下，这一行如果过的话，那表示在记忆体里面已经有一个叫 MyCon 的一个物件，它在记忆体里面了，所以呢产生这个物件呢，记忆体里面才可以做 open 的动作，所以呢 open 把它执行过，如果这一行过的话，那表示驱动程式和连线都没问题，但是如果这一行卡住的话，好，你就要知道第一个驱动程式有没有安装成功，可能之前有同学明明电脑是32的，他就装64的，那就一定出错。 OK， 好，那还有就是说你的那个 server 的位置有没有错啊？这个名称有没有，如果都没错的话，那我们执行过、哦、基本上它就会跳过了。 OK， 那如果说呢它出错的话，那它会告诉你说啊，这个驱动程式它找不到那个名称或未指定那个什么驱动程式，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再检查一下，我刚刚安装程式到底有没有安装确实。 OK， 这个、哦、理论上如果这个安装确实的话，那还有就是 IP 位置这个地方也没错的话，那它就可以自动帮我登录到那个server 那边去了。 OK，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、哦、先试试看，也许你先把那个驱动程式这部分、哦先装起来好了，那这个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一样问题01里面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、哦。